三天的双城论坛顺利落幕，柯文哲一下飞机替这趟口中的两岸降温之旅做出诠释。突破僵局啊，平安归来了。其实我们这一次就是说，目标就是说，在目前两岸的政治僵局之下哈，寻求一个可以降温，让大家可以转圜的机会。想缓解热对抗的症状，但一席命运共同体的说法却让少数人火气烧更大。独派团体准备好飞弹接机，大骂柯P政治小三。合作有利的时候就合作啊，那当然有人说啊，如果合作不利的，但合作不利那也没有理由合作，所以我倒是觉得这样，但是我们不用一开始先抱着一种仇视的态度的。正当柯文哲一边灭火，被对岸已读不回的陆委会还在火上加油，炮轰寻求对话的柯文哲在帮助统战分化。中央跟地方以不同的方式合作，在解决我们一同的面对的问题嘛。那事实上，台湾是大家的，所以我们这非常清楚，你知道吗？面对中央的葡萄酸，柯文哲炮口不对内，透过超越党派的高度，柯P化身最佳的两岸传声筒，不替自己打分数，以漂亮的柯式幽默写下落幕。平安落幕就阿弥陀佛了。谢联盟厂长宇轩 SNG 小组台报道。